来看到五月份也是感恩母亲的月份，那么为了表彰母亲的付出，地方邻里也会举办很多的庆祝活动，像是中和的嘉兴里就邀请里民们一起来庆祝专属于母亲的节日，向他们说一声谢谢。而这个现场的欢乐气氛真的好像是同乐会一样。嘉兴里举办环保回收宣传暨母亲节感恩活动，由里民们所担纲表演的日本太鼓队，鼓声阵阵，节奏强烈，让人感到为之震撼。另外还有排舞班的婆婆妈妈所带来的演出，更能让大家从舞蹈中来感受到他们的充沛活力。嘉兴里举办这样的活动，以大家参与最热烈的环保回收为宣传主轴，加上社区才艺班的演出来营造出热闹的气氛，就像是里内的同乐会一般。同时也要借由这个场合来向里内的婆婆妈妈们说一声谢谢，你们辛苦了，天天都快乐，妈妈天天都快乐。我们的魔幻母亲是由我们嘉兴里自己来产生的，因为我说我们的乡亲就是如家人，好啊，长辈就是我的亲人，所以呢，我自己的亲人，我们自己的长辈最了解我们母亲的伟大的地方哦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觉得这次非常的有意义。啊，特别这个母亲节时阵办一寡活动来感念哦，感谢，搁感念，感谢这妈妈们，吼、哦，平时对伊就非常支持，从伟大的母亲，母亲佳节愉快哦，恭喜在妈妈哦，在咱厝内底哦，恭喜在为着。家中安在喜事啊，真的是无可取代的一个地位啊。精彩的表演可以说是一个接着一个，还有地方民意代表到场送上礼物给妈妈们，同时里民也可以参加摸彩把大奖带回家。这一场活动不但是妈妈乐，更是全体嘉兴里里民一起同乐的快乐时光。中嘉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